其实我知道我们一直的隔阂，但是我们都很想要努力去突破它，或者是改变它，但是我们找不到方法。可能是因为我不够浪漫，也不会讲很多很甜蜜的话，所以借由这次的活动呢，让我们两个能够更加的顺利。在一个比较快乐的情况之下来用餐，那这样我想这次的成功率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虽然我不甜言蜜语，也不浪漫，但你一直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。谢谢你这些日子陪着我，未来我也会更努力、更用心，让你看见我的改变。云芳，我爱你。我这辈子也没有交过像她这样的女生，所以我也希望借由这次活动能让我们两个更加的融洽，然后也对彼此其实更加了解。